先把瓶子放在链板中间，把护栏调好。这里有1毫米的缝隙就可以了，能瓶子不卡瓶就可以了。然后这里把它搞齐，这个不能长。然后把这锁死。然后把输送打开，这个是调输送。调慢一点，然后把分屏打开，这里上面，然后瓶子走在中心柱的正下方，看是不是中心，是模具的，是不是中心。然后把机头降下去，确定这个是上升，这是往上升，这是下降，落下来了。然后落的时候看一下这个板，别顶在这个板上面了，还有里面呢，这里。看一下，照一下，我把它摇开，这里有个大手轮，把带柄落下来，然后再落。下路，这里还有点水，还有这个再往上升，这里也剩下。再落，看一下这个瓶子，在模具的正下方瓶子，左右看一下，正下方，瓶子的正下方，然后再把机头升起来。如果是不是在正下方的话，就把这个瓶子在这里把它调在正下方，这里可以来回调的，然后把机头升起来，升的时候这个标的一半折起来，一半高度差不多就行了。我来分解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点热，把输送打开，输送。发酵，这里进行打开，发酵启动，然后输送就可以了。
灯必须是一个红灯，一个绿灯。这里可以墙后可以调，撕分开，这两个撕分开可以往前调，这里可以摇。不可以。下面还有一个大的水轮。可以上升了。Come on.